老师好，我要做一个昆虫的题目，对不对？可是昆虫它有背景，我想把背景去掉，我可以使用 remove BG 这里，这个是 AI 去把背景去掉。要做事情很简单，就是把你的图片上传再下载就好了。所以我点这里起来，那在这里呢，我有一张图是这昆虫的图，这个有白色的底呢，开起来，然后它就自动帮我们处理，它会把白色的地方去去除，去除完结果如果成功就变灰白相间，在电脑世界里面，只要看到灰白相间，表示什么？透明图，再下载下来就好了。那下载下来，我们在 PowerPoint 来跟老师做示范一下。假设说两张图那里不一样，看一下这里哦。我开一页空白页给老师看一下哦，新增一个空白页。好，原来的图形是这个。好，老师不用管那个这个 PowerPoint 的这个。那我们去完背景又会长怎样？插入。图片刚在 Word 下载完就长什么？长这样，你看见吗？感觉就好极了。那以后你不管换什么背景，这看起来都没问题的。老师听懂吗？这看起来都非常非常棒，所以去完背，在我们做效果就好极了。那这个网站呢，请各位老师先试一下。网址这么简单，你所要做的事情呢，做什么呢？把你的图片上传，再下载就完成了。